我先生其实以前是在澳洲念书的，所以他其实在澳洲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澳家宝。我在怀孕的时候呢，我先就会常准备这个就是澳家宝的孕宝多综合维生素，还有钙跟DHA 鱼油给我吃，因为这个都是孕期妈妈们非常需要的。我们除了在饮食上面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多吃那个蔬果，然后要维持正常的作息，少熬夜，所以呢反而就更需要有定期的运动习惯，也要补充就是综合维生素，无论是维生素 C 啊、维生素 B 还有钙，这些都非常重要。那当然是胶原蛋白，太重要了。我们最怕的就是胶原蛋白流失，补充胶原蛋白这件事情呢，大家都知道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保持弹性，然后也会对抗它的流失。非常感谢澳家宝出了这个鱼胶原蛋白，它是萃取自纯净水源的鱼种，而且小分子更容易吸收，最重要的是零脂肪无砂糖。新加坡很热，所以我都放在冰箱里面冰冰的喝，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跟气泡水泡在一起，或者是你在喝果汁的时候可以把它 mix 在一起，非常的顺口。各位同学，鱼油带澳锌重金属的检测非常重要，这个是我觉得自己比较在意的地方。那澳家宝的鱼油都是选用深海的小型鱼种，100%保留鱼油最珍贵的部分，所以现在不止我自己吃鱼油，然后Doton也慢慢大了，我也会帮他补充儿童鱼油，帮助他健康发展。我嘞跟大家一样，很喜欢在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分享我生活上的大小事，我觉得这是一种习惯，相信你们也一样。所以澳家宝呢，叶黄素真的非常的重要，我觉得可以帮助我当一个健康的3C族，那大家一起来补充一下吧。